好，齐哥。啊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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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你好，豪哥好，豪哥。啊，我们跟齐哥聊聊天。嗯、哎。啊，齐哥，这个是你去欧亚了是吧？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啊，你看。啊。这是2018年，去年。2008年，去年的，你看这几个国家都跑到了。都跑过了。从满洲里出啊，从满洲里出发。对，满洲里，哎，我的眼睛。满洲在这里。满洲也不出发，主要一串，然后最南边的我们到了土耳其。啊，到土耳其。哎，最西边的到了英国这边啊，感觉到好像除了冰岛没过去，没去，我们都过去了啊，其他都去了啊。冰岛因为要跨个海啊，对，最北边的到了挪威啊，挪威也去了，芬兰、挪威，哎，啊，齐哥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去走的欧亚？就2018年，2018年，9月份出去的吗？我是4月18号从满洲里出去了啊，从满洲里出去，然后4月18号出去，你就是大概什么时候回来？9月30号，9月30号回来，哎。那基本上走了毛六个月，半年。我算的时间是，183天。哦，183天。天数算是183天，54000公里路。5万多公里。哎、那也就是开了这台那个长城。哎，这是长城哎飞行的一个皮卡车。皮卡车。嗯，对对对。那你走了大概多少国家？基本上都走遍了吧？我自己算的。如果没漏掉的话，是34个国家。34个国家，感觉好像就是冰岛，除了冰岛以外，好像都去了。啊，那其实啊，去欧亚呢，其实很多人像我们车友都是非常向往的一个地方。那也听说这次呢，你看一下，这次，欧亚去的有好多车友东西被卡，被卡啦，被盗啦，后来还有一个车友车都没有了。嗯，哦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？听说了，听说了，听说了。那你们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？我们碰到的是门锁有巧的的，门锁也巧的。嗯，然后在欧洲有个特别重要的事情，就是那些，非洲裔人吧，黑人吧。哦，就难民。他骑个摩托车，嗯，然后呢，他就把你轮胎后面轮胎，哦，给你捅破了，用刀捅破了，扎破了吧？啊，然后就跟前面打招呼，你胎破了。哦，这个时候你要是不冷静的话，你要是下车看后面轮胎，啊，你前面的包就没有了。哦，嗯，这是去年遇到的。啊，另外我们去年遇到最大一个，嗯，一件事情是也叫事故了吧？啊，就是山东的一个家在海边一个大姐，啊，整个钱包被别人偷走了。啊，整个钱包都被偷走了。她开了一个一型房车，她老公坐在车上，她就在下面问路。啊，那个老公呢就一下子就忽略了，她也下车去看景点去了。哦，那车里面。然后就一个老的，哎，也就算是难民吧，叫一个小孩。啊，那个老的就掩护这个小孩，把包一个包拿走了，护照。啊。银行卡。哦。欧元、美金全都洗干净，那后来要去补护照了，就是啊，就是中国大使馆还是真的特使特办，很快就把护照给他补掉了。我们这个大姐心也大啊，我们这个大姐补掉了护照以后呢，啊，那肯定钱就是按语要汇过来嘛，啊，她继续旅游，继续玩，哎，她是在，丫姐是在什么地方？是英国还是什么地方啊？我都忘了什么哪个国家了啊。啊，然后我又继续在北欧玩，继续在北欧，哎，一直玩的按照既定的线路，这种全部走完啊，心大了。大姐过来人，哎，这是去年最大的。然后什么睡了车上，嗯，在服务站的，啊，所巧的都有。哦，哎，那还是挺危险的，因为你如果说是你要是忽然你要跟他要巧你的手，你要不把他吓走的话，他有可能对你的生命都还是，对，所以说以后去的人还是要小心一点。感应灯还是要装，一个是要感应灯，第二是有条件的话，尽量还是要进营地，还是比较靠谱一点。你特别是像是巴黎啊这些大的城市啊，对，你还是把车放在营地里。对，一定要营地安全。对，然后你再出去玩就，那还是靠谱多了。啊，这次有一个他们参加欧亚的一个车友车被偷了，就是没进营地。对呀，就是外面停着。意大利啊，他那个地方我都知道啊。啊，意大利嘛，我都知道。哎，后来这个车到底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。哦，他好像回国了以后。回国以后，意大利的警方把车找到了。车还能用吗？听说这个车，这个人还是那个小偷，还是比较道德的啊。除了值钱的东西拿走，这个车都没破坏。哎呦，那还运气好，那运气好，真的是。我去年呢也遇见这个事情了，就是偷盗的事情。这到我们下以后，就是以后去的人还特别小心。我的两台单车都被偷了啊，自行车都被偷了。嗯，一台是在我在哈萨克斯坦伦敦最繁华的市中心啊，哈萨克斯坦领事馆的下面啊，我们去办护照，我办俄罗斯的过境签啊，这就被偷了。
然后下来，我是两个车用一个链条锁着，结果是偷走了一个的，我估计就是一个小偷，真的可能就是这种钢丝钳啊，把锁给我打开了，然后偷走了一台，留下了一台。嗯，结果呢，我再继续往爱尔兰高地走，走到路上把个车放在后面，我在前面睡觉的人，他有本领把后面的车给我偷走了，我损失了两台车。哦，有这个还是确实。欧洲的小偷一定要注意，不是一点点两点点。那你自行车有没有方便吗？有用到过吗？用了，用得到。如果去的人对自行车比较爱好的话，我建议带个自行车去。还是因为我在法国巴黎、英国伦敦。哦。你除了住地里，你用单车是特别方便的一件事情。对。而且乡村公路。对。乡村公路，你实际是很爽快的。哎，还有一个几个，我要问一下嘛，因为好多人去欧亚那个二十一世纪组织的时候，都是大家一起去的。对。但是我现在发现一个问题呢，就是说大家都各走各的了，都到了进去以后都散开了，这什么情况？他是这样的，一个是玩的爱好不一样啊，对，有的人喜欢，像我们有个徐老师啊，没关系的，你这说起来，我徐老师啊，他喜欢这个叫什么世界遗产啊，他要去看这个，他每个地方世界遗产，我就跟他一起走，走了几天，我跟徐老师都比较熟了啊，我说一天到我看那些破石头，把我那些破石头看得厌了啊，我说妈的，神似的在海边上美女不去看，你看那些破石头。就是我说的意思，就是爱好不一样，有的人喜欢这个城市的建筑，对，有的人喜欢这个乡村的、乡村的风景、啊，有的人喜欢这个什么世界遗产啊，对对对，还有的人喜欢购物啊，对对对。但是我们有一点，我们有一个就是有个微信群啊，大家每一个地方都有打了一个地址，我今天这个地方特别好，有水有电，什么地方、打一个位置。我今天那个地方有什么情况，出了什么情况、还有一个特点，我们就是一般走的。大概一个礼拜十来天。嗯。你在哪里？我已经到了，比利时了。哎呀，我也快到了，我在丹麦了。哎，那比利时我们聚一下。聚一下。两三天之后，我们就几台车在一起，拼个饭吃一下，大家交流一下。也就是大部分车友一进去以后都晒开了，然后呢，大家近的，然后会再聚一下，然后再交流一下，然后吃个饭，再散开。哦。这是一种特别好的形式。嗯。旭东当时跟我们说的时候，我们还不相信。旭东就是说在出发前，我们开了这个会，我们还不相信。后来我们觉得这是最好的习惯，对对。因为个人的生活习惯不一样，你喜欢起早床，对，我喜欢睡懒觉，对对对对对。那你等我三天，你肯定没问题。第四天你愿不愿意等？对，等不了，愿意等了。哎，然后但是呢，我们几天以后在一起，我们要是分开了以后，几天在一起特别亲热了。对，所以说我等你一天都无所谓。对对对。所以老哥呢，我现在呢也有明年也想去欧亚嘛，所以好多车友都说，哎，老哥你也组织一下，那也是公益性的。嗯。那我也在想啊，大家去都是散开，因为每个人爱好不一样。像我是喜欢乡村，那种更真实的，就是说了解当地的风土人情的，我就喜欢去乡村，因为城市我感觉太乱了。对对对。我觉得因为城市的那个打卡点啊，那个什么巴黎埃菲尔铁塔，你空了偶尔去看一下就可以。其实有的东西。不去看也无所谓，我想体验一下那个当地的一些人文啊，人家的一些生活状态啊，我倒是喜欢走。而且我还有一个特点，就是说你这次不是走了30多个国家吧，我倒没想要走那么多个国家，我也许就是先去北欧玩个10几个国家就回来了。所以每个人状态都玩法都不一样。对对对对。那你们上次去总共有几台车出去的？我们一共是26台啊。26台出去的。嗯，也就大家都是散开的，没有一个结伴的。好像在我印象中有一个结伴，但是最后到俄罗斯，最后还是分开。啊，那还有一个，齐哥，我比较关心的就是车的状况，因为我就怕车出，这次也有一个车友开伊维克车就出了问题，在荷兰在哪里？那您这个车去年去应该也好几年这台车，有没有什么出过什么故障？我的车就是后头的油封，换轴油封，油坏掉了，坏掉了。那后来怎么解决的？哎呦，我当时是在立陶宛坏的。啊，立陶宛。立陶宛是真的很小很小一个国家，就是一个城市，就是100万人好像。啊，对对。我都不知道用，我现在在成都，大概还不如成都一个区。对对对。一个街。对对对对。100万就是我们舟山的一个人口了。但是呢，他那个车，那个城市呢，像我们这是国产车，国产车这个配件没办法找，没办法找。然后怎么办呢？我就只有求援到21世纪房车的王旭东，王秘书长，找到我走投无路了才找他。我说把情况跟他介绍。然后我们的旭东同志，不知道用了多少办法，对，最后是把配件用国航的飞行员啊带到了，
带到了华沙，啊，华沙波兰的华沙，我又坐400公里路去拿，嗯，所以把这个事情解决了。嗯，如果这个豪哥你如果这把要播出去，把这一段一定跟我播出去啊。这里感谢旭东，啊，真的啊，2018年的话，21世纪房子，感谢旭东一下啊。我来这里呼吁一下啊，嗯，因为说实话，我们出门在外，特别是在国外，对那种举目无亲的状态，但是你没有办法想象的。对，对在国内还好，我们一个电话一个什么？对对 对。特别是在国外。有我们国内的车友，比方说像旭东，在我们圈子里还是特别有名气的，对对，这样一个人，然后为这个老哥把这个事情解决。说实话，要是这个事情碰在我身上，我也会特别感动，感动，感动。所以我在这里也代表我们奇哥，代表我们所有房车家族、房车大家庭的成员，感谢21世纪，为我们就是说组织的这样一个活动，而且无私的，然后又给我们提供的一些帮助，豪哥在这里也是代表我们所有的车友，感谢21世纪，感谢王旭东啊，把这个奇哥，因为知道，因为出门在外那种举目无亲那种状态，因为语言又不通，对对对，求助找谁都搞不清楚，这样的事情人家能帮你解决，而且花了几天时间。旭东前后大概也就跟我花了4天，为这个事情我在那里耗了差不多10天啊。我要是早几天找旭东呢，可能也找配件走路不多来说，旭东4天的时间工，那就4天能从跟国内相差，最起码有几万，不能说几万公里，最起码1万公里，最起码有。那不知道啊，就欧洲了嘛，几万公里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能把这个这么高效的把这个事情解决，然后。没有耽误奇哥后续的一种活动，我觉得这个还是我们花多一点的篇幅要好好的感谢这个旭东。对对对对。那还有一个奇哥，你这次欧亚走下来以后，你觉得让你最印象深刻的还有些什么事情？哎呦，那就太多了，有些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说，那就太多了。有没有碰到一些好的帮忙啊，或者怎么样呢？这个欧洲人呢，真的是蛮无私的，我都不知道在镜头里面你要该剪的剪，真的是，我要说把我的三观改变了，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样说。对，我从2016年在美国自驾，然后得到别人的帮助，在美国我在自驾，我就找朋友借了一个大的 A 型的车，在美国自驾，别人对我们的帮助，然后去年在欧洲，很多事情别人对我们的帮助，印象太改变了我的三观，我觉得我们这个。对，要减掉这几十年我们的少主教育都颠覆了，很乐意帮忙的。别人可以把一件他在做生意的你找他求援是吧？比如说我要问一个路，他可以把他生意放了，他拉着你去，然后你就是俄罗斯的这样的。我那天我的俄罗斯，我在个市区摔不下来了，我一边打电话找阳光小院的阳光怎么处理这个问题。那么俄罗斯就一个开车的一个人。他就看到我这个车在路上，前前后后的前后告了，可能出了什么问题。虽然语言不懂，但是我很明白的一件事情是，他要带我去修。啊！但是我现在呢，我就说我心里的就有点肮脏，就是中国人的思维。对，就怕他妈宰你啊！对呀，他为什么这么主动带我啊？跟你有什么目的啊？对呀。但是我当时是也是叫走投无路嘛，你不跟他去怎么办？你车有问题。对。他把车开了，我带了起码20公里以外，把我带了一个修理厂，叽里呱啦的。意思就是你在这里就可以修车了，他挑头就要走，别人没有一点享有你有什么回报回报。当然我也带了2瓶的我们的二锅头的酒送给他，2瓶二锅头的酒表示感谢了。咱们也不能让中国人在外面没面子了，对不对？老哥说到这个事情呢，我是没有亲身经历啊，但是我听到的看到的这个事情太多了。有一次我看到是在一个美国。美国呢，它是一个故事啊，它是自己是亲身这样说出来的，它是什么样？我是听到的。他说我们租了一辆车，轿车，去一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导航了，把它导到一个很小的一个拐小路进去了。这个进去呢，它刚好对面有一辆皮卡车开出来，因为老美都喜欢开皮卡嘛，对，那会车会过去了。会车会过去以后，这个轿车也没跟他打招呼，他还是开进去了。开了进去以后，过了大概1个小时。那个老美的车又回来了。后来他们经过交流，怎么会又回来了？他说我当你们跟你们会车的时候，但是都没停车。他说我就知道你们这个车要卸在里面。他为什么？他说才1个小时才回来。他说回家把你拉拖车绳去了。他就说你这个车肯定到里面卸了，卸了你晚上你肯定出不来了。而且你肯定要在那边花掉以后过夜了。他老美他可以回家开了几十公里以后再开车过来把你来拖。
他说那种感觉啊，你在那种很晚了，然后又荒郊野岭那种没有人的地方，对啊，突然有一个人来帮老远过来，你又没敢救援都没办法救援，他说来过来救你，对啊，而且这是都无私的，对，就像您说的，中国人我们现在受的教育跟那些完全颠覆了。他说说为什么外国人可以做到这样，其实说白了，人还是源于我们自己的信仰。我说我们这里就不展开去了，再跟你讲个故事啊，就说了就是别人救我们的故事。我在俄罗斯，我们就是走，嗯，几台车走，嗯，走了个地方呢，不对，啊，不对，就想着不对，我们就挑头来，它就是一个三大路口，啊，然后我们就挑到这个路口这来，就问了一个俄罗斯的人，啊，我说往这边走对不对？他说是对的，啊，那就是我们走废了，那我们就挑头就走，走了几十公里路，哦，这个人哦开车赶过来了，他说不对，他问了别人这条路可以走，但是这条路走了。一个路况不好，第二个要船要过河，哦，要回过头还要从这边走，这就是别人，啊，也就是他指错了，他又来追你们，追了几十公里都把我们追回来了。哇靠，那这个跟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我们几台子，哎呦，真的很感动，因为当时问他，他说你这样走是对的，那我们就那再倒头走就得了嘛，是吧？他说这条路是对的，但路不好，你要过河，你要车要过河不好，你还是要回头这边走，你说。这个我们平常想象不到的。李阿姐还有很多故事呢，我这一一真的。对，因为我们时间限制，也不一定说这么多了。嗯。啊，还是非常感谢齐哥对我们的一些分享，真的。好了，以后这是要去什么？要去丙察扎，要去新疆，西藏新疆是吧？我这次呢，也是我是喜欢，我也是个应该说是，西藏在西藏迷或者西藏中了毒，在西藏中了毒。对对 对, 对, 对我从87年呢就上西藏玩。对。我这20-30年的一个，当年呢是没办法走，一个是丙察察，这条路听说今年这个路基已经修好了。啊，路基修好了。要走个丙察察。好，要走丙察察。另外，我是03年走阿里，走到狮泉河退回来了，走不下去了。狮泉，我去年去过，路况很好了。是，现在我想完成这个心愿，新藏线走了。好像西藏就没有我再没走的路的。好了，非常感谢。好，谢谢，非常感谢齐哥。谢谢啊，谢谢豪哥，谢谢豪哥。齐哥是一个非常乐观的老大哥啊，然后又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啊，我觉得非常好的分享给我们，非常感谢。以后祝嫂子和老哥以后玩得越来越开心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这样我们以后多多交流。好，路上偶遇，路上偶遇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谢谢朋友们。